Indomie Felix selalu berapa lama sahabat kalian?多久他讲的？两三年了。因为可能是真的是进来吃。这里会不会多吗？对不对？都他都水超漏水啊。哦。很大，而已，下雨日本，当然。大度都没有，就是从他那个手，他就他有时候他会冲那个水嘛，那个秀，你跑到海边去的时候，他就啊。 哦，那个是他拍照的呢。